Then I'll do the other side, second course.鹽魚滴滴炒飯，先放一點葱，鹽魚爆香，香腸爆香之後呢，我們先把那個辣腸拿下來 ，OK， 放點雞蛋，速度加快，放回去辣腸。 来放进去，速度加快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会放点盐巴 ，OK。盐巴。OK， 盐巴进去，放进去，看看。 OK， 没问题。咖啡水 ，OK， 再来。OK， 咸鱼鸡香肠炒饭。OK， 现在加点水洗一洗锅，轻轻洗一洗就可以了 ，OK， 然后呢？ 可以，把它擦一擦。OK， 积极传动。你看到我只是开了4号火，没有开很大。然后，调高，加点油，葱花。 中段，我们先炒这个是蔬菜拉面，OK。豆花加完进去，食材，食材让它搅一下之后呢，拉面进去，然后随便拌一下，你不要拌也可以，不拌也可以，无所谓的，OK。然后也可以喝杯茶，跟女朋友这个 hello， 加点酱油。 胡椒粉 ，OK， 然后又搞定一个了 ，OK， 也可以转身去抓嘛 ，OK， 搞定，拜拜 ，OK。